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我们来看课本啊，是四页第七啊，上次讲到第六，就是为什么要说般若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现在我们来看啊，第七，他说是为了让人信受。那么智严大师啊，这个是导师做的一个标题。好，我们来看，这是第七个理由。复次，欲令人信受法故，言啊，那他说我是大师，有实力，是无所谓安立圣主住处，心得自在，人师之后转妙法轮，于一切世界最尊最善。好，那么这个第七个啊，就是佛特有的能力，跟一切众生乃至等觉菩萨啊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所谓的这里一般说的啊，实力是无所谓啊，甚至后面有所谓的十八不共法。好，那这个第七段啊，第七个理由啊，那基本上在讲啊，所谓佛的四无畏。但是佛的四无畏，其实这个理由也遍布在其他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啊，这个第一个无畏是所谓的我是一切智人啊，那这个一切智人前面就是啊，比如说有人怀疑佛不是一切智人，所以我们可以看第四个啊，你看他一样，他其实跟这个四无畏是一样的，你看他后面自发成眼啊，所以我们上面说过。就是我们上次说过，啊，佛啊于般若波罗蜜中，啊，那么自发成眼，啊，那么说什么？我是一切智人，这个其实就是第一无畏、初无畏啊。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那么然后后面啊，后面像啊这个第八、第九，基本上都跟这个四无畏有关系。那这里第七是所谓的我是大师，那么大师是佛的意思啊，那基本上是主要是啊最尊贵的了啊，世尊，世间上所最尊贵的。好，那么实力是无所谓啊，基本上都是指佛的特德啊，特有的功德啊。那这个实力后面也会有解释，是无所谓也会有解释。啊，但是因为这里有牵涉到很多是无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是无所谓啊，先让大家知道啊，等一下再来讲。那这个实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底下有注解啊，它有这十种啊，就我们讲到实例的时候再来说。那这一段文如果依据般若经或大智度论的，它都是经文，然后大智度论有解释啊，所以。基本上它是这样啊，欲人信受是法故，那言前面都要有一个自言或自说啊，然后自发成言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第四个啊，它是自发成言啊，那么第六个啊，这个就是自说啊，那所以第七个基本上，那么也是啊自言啊，基本上是都是这样啊，那后面也是。啊，后面第八个我们也看啊，说是般若蜜经言啊，其实这个要断点，然后自言啊，然后后面也都是一样啊。那大概就是像第十个，他就写誓言啊，那么一样，他是自言啊或示现说啊。好，
那么这个跟这个自发成眼啊，一般就是佛作成眼啊，就自己啊真实语如实语啊，那么自成语，那么这样说好。那我们来看啊，他这里叫做实力是无所谓，安立圣主住处啊。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圣主住处啊，这个圣主住处。啊，那么大智慧里面啊，有时候就直接翻这个音叫做阿丽莎啊。他说阿丽莎住处，什么叫做啊安住阿丽莎住处啊？啊，那么他的意思啊，他说这个是意思是啊，大智慧里面有解释，也是在卷25。那么他在卷43的时候啊，那依然有说到一次啊，在《般若经》里面。他总共说到了两次啊，文几乎都是一样，他的文几乎是一样的啊。那这个他说是啊，最上啊，他说是第一最上极高啊，第一最上极高。啊，他自己有住宿是这样子的了啊，那么不退不却不末啊，这我们自己再去看也会有啊。那么具足功德无所减少啊，那这个是叫做阿丽莎。那么圣主，这个圣主的翻译在初期大圣经或后期很多翻都有翻作圣主，它其实就是佛的意思，像《法华经》里面也有啊。那么它基本上就是佛的意思。啊，那住处或是处圣主处或圣主住处，他基本上意思就是说他的所具有的功德啦，啊，他功德所具足啊，那么就是比如说他所有的境界啊，就是他所具有的这个殊胜的境界啊，功德住处啊，就是他具有的功德。好，那么大众中人师之后，人转圣法轮。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事无所谓。因为跟这个事无所谓，跟这个事无所谓，跟后面哈，后面有一些也有一些关联啊。他应该是把这个事无所谓，那么就是啊，他字后面有很多，我就是比如说像很明显的像这个第四个啊，我是一切智人啊一样，自发成言，我是一切智人，这个很明显是第一个无所谓啊，所以他这里这一段文啊，我们来看一下。看这个也是大智论卷25的啊，他说我是一切正智人啊，你看这个第四个就是这个佛自成眼啊，第四个理由。那现在我们是讲第七个理由了啊，那所以他前面其实是也是啊跟这个有关系的。好，他说若有沙门，所谓的事无所谓，这个是所谓的事无所谓啊，事无所谓啊，因为我们从这边写过去啊，就写上写好了。这个是所谓的事无所谓。就是因为你真实而且肯定确定这件事，所以你说的时候没有一点怀疑啊，没有一点害怕啊，我说这样就真的是这样啊，我说这个水能解渴就真的能解渴，我说这个是酱油不能解渴就真的不能解渴啊，那么这个是非常肯定的。那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到那个境界，我们只是学着别人说，或听到有别人这样说，或认为是这样，那么有时候说起来就不是那么肯定啊。举个例来讲啊，比如说有人问，那么到底有没有阿弥陀佛？有真的有极乐世界吗？啊，那你说有，真的有吗？如果没有怎么样啊？反正他在继续问的时候，你就答不出来了。为什么？你说有。不是因为你亲身经验到或证到，啊，你只是因为圣言量，啊，因为圣人说有，那你知道那个是圣人吗？啊，反正就是类似这样啊。因为再问下去，你就因为不是你自己亲眼看到、亲身证到的，那你说真的有解脱吗？啊，那真的有所谓的解脱这件事吗？
啊，那么你说肯定有，真的肯定吗？如果他再继续问下去，你也有一点答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老实讲，你也不知道确定有没有。为什么？哎，你没有解脱啊，你哪里知道？啊，就好像有画，比如说一个乌托邦，那描写到非常的漂亮，那你说真的有这个地方吗？啊，然后在哪里？可是你也没有去过，老实讲，啊，你没去过，所以你在讲的时候，一开始很大声，后来就越来越小声。为什么？啊，你不是自己亲身证到的嘛？好，那么这里是在讲，所以你能够无畏的说，是因为我肯定、确定这真的是这样，因为是我亲身证到的，啊，那我来过台湾，世界上真的有台湾这个地方，哈哈，类似像这样，啊，那么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啊，这个是不容得怀疑的事，啊，假设是这样了，啊，那么像解脱，啊，像极乐世界，啊，也是这样，啊，那么如果你亲身证到了，那么你就很可以大声的说，肯定的说，一点怀疑都没有的说，甚至拿你的生命来做赌注，你都还是这样说。啊，那么这个是就是说所谓的无所谓啊，无所畏惧。好，我们来看这四种无所谓啊。那第一个啊，他说我是一切智人啊。那这个前面我们上次有说什么是一切智啊，其实就知一切法了啊。那么佛又叫做一切智人啊，又叫做一切智者啊，所以叫做一切智。那么若有沙门、婆罗门啊，就是当时的主要的宗教团体啊，那么非人的这一部分啊，若天、若魔、若梵啊，天一般都是四王天跟倒立天，魔基本上就是六欲天，梵就是初禅天啊，初禅、二禅、三禅的。好，那么有来人间的基本上就是这个，二禅以上的就很少来了啊，二禅以上的就很少了，初禅以下的才有，二禅以上的没有。为什么？他们没有重，他们无形无事啊，基本上不太来啊，不会来啊。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很少啊，因为《阿含经》里面也有五不还天的天人下来，那因为他的身体不一样嘛，所以他一下来的时候身体是暖的，这个在《杂含》里面有讲到，哦，我还要叫他，你要让身体变坚固啊，要怎样啊你才能，不然他站不起来啊，类似像这样。好，那么很少人来，他基本上有来的基本上就是梵天以下的啊，那这个是佛教里面常用的。啊，若天若魔若梵，若覆宇宙啊，甚至还有其他的不管。那么，如果有人说佛不是智者，这个因为这个牵涉到他是不是佛觉者了，啊，觉悟一切真理的人。那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上次也说到，六识外道很多都自称他是一切智者，即使是六识外道都自称是一切智者。那么很多外道也怀疑佛不是一切智者，但佛为什么能够摄受那么多人？因为前面有讲到嘛，因为佛有幻术，就是说很多外道认为佛有幻术啊，因为印度有流行一些幻咒啊，那么认为佛会了这个幻术，所以会让人家就我们那次想的迷魂咒了啊啊，这是吃了那个迷魂糊啊，就是你吃了你就乖乖听他的话。那这个就很多外道认为佛为什么有一些在家居士或有一些外道去要跟佛辩论啊，说或是要去问佛，都变成了佛弟子啊，所以那些像那个耆那教的啊，苦行外道的，他说他不想让他的居士去跟佛见面，因为佛有幻术，只要去跟佛见面了都变成佛弟子啊，所以他就不喜欢啊，他说这个瞿昙有练幻术啊，前面也有讲啊，就是瞿昙有练幻术啊，那么能够让人家不清不楚的、不明不白的就跟着他信了啊。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啊，所以有一次那个波斯匿王啊，那有些时候品婆娑罗王，那么也去问佛，那么外道都说你有幻术，那你到底有没有？我就说我有。但是我的说的不是那个，我说的幻术就是那么界定慧能除贪嗔痴这种的啊，那么看起来是就是说这也是一切虚幻的了，但是就是一切境界都是虚幻，但是这个是实在的。好，那么他讲到啊，
说四法不知，如果有人啊难非难啊，就是很多人就去找佛挑战了，然后就故意要刁难他啊，跟他辩论，说你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啊，乃至说那佛不知道啊，像一切智人里面就有讲到啊，佛不知道佛会养牛吗？啊，那佛会养马吗？佛会调象吗？啊，但现在也有人在问啊，那么假设是一切智人，所谓的一切智，其实是知一切法，但不是啊，说那你说佛会开飞机吗？开飞机还比较简单一点，佛会造飞机吗？啊，佛会打电脑吗？那打电脑应该也没那么难反啊，佛会写程式吗？写程式我觉得也还没那么困难啊，但是就是说，假设说，你说一切智人是这一切都要知道吗？因为一切智人现在有分两个不同的一个就是说，就是不同的发展的思考了。一个就是说，佛是知一切法的根本，一切法的根本是什么？无常无我，缘起呀，啊，这一切法都是缘起的，啊，所以不管什么法都是缘起的，啊，那么就好像就地球的所有的生物都是 DNA 结构的。啊，不管是一只虫乃至一个人一头大象都一样啊，那么一切法都是缘起的，那么知一切法啊的实相，这个叫一切智人。那么后来有一些就会比较偏向于把一切智就是天文地理啊，所有的一切都知道，那包括你说佛2500年前他就知道2500年后会有电脑，会有手机，会有智慧型手机，而且就算给佛造，他也能够造得出来，就有一点偏向这样。那这样有时候就会把佛拉得比较说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现。后来的大乘佛法比较偏向于就是那种以前神的概念了，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现啊。那其实佛的一切智者是一知一切法的实相啊，那么能够断一切烦恼。啊，就比较偏向于这样，那后来就是变成佛是一切都能够知道的啊。那这个是比较我们如果用一般人的说法，就是比较有一点点偏向无量的神话啊。好，那说四法不知啊，你这个你不知道啊。像佛有没有不知道的？从《阿含经》里面来讲啊，佛有所谓的十四无忌。啊，就是他不说，那不知道也可以说不知道，但也不是不知道啊。怎么说呢？因为啊，比如说有一个外道就曾经去问佛，啊，就居士啊去问佛，说你知道从你度化的人，因为佛度化很多人嘛，你在这个世间总共度化了多少人，你知道吗？佛没有去算这个了，我就不回答他，啊，那你说你是一切智者，那你能够知道在这个世间总共，啊，就在当时，在这个世间总共有多少人已经得解脱？有几个人证阿罗汉？有几个人证三果？有几个人证二果？有几个人证出果？那你说来给我听听看，啊，有多少个？你不是一切智者吗？那你可以算得出来吗？你可以知道吗？那佛就不讲话。那这个外道啊，就继续说：那你说你一切都知道，那你这个都不知道，你还说你一切都知道啊？类似像这样，那佛还是不说话。那这个阿难听到了，阿难在旁边呢，听到了，那很怕，因为佛也不说嘛，啊，那人这个外道就会认定。啊，佛其实也没那么厉害，啊，佛其实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啊，那很怕他误会佛不是一切智者，所以阿难就跟他说，啊，那么这位大德是这样子的，啊，我来解释一下，啊，阿难看不过去了，看不下去了，啊，他就说我来解释一下，如果他就像啊，就像是。一个守在城里面，城门有一个守卫嘛，守在城门的人，那么每一个进去的人，哎，城门一天来来往往很多人啊，啊，一年来来往往很多人啊，啊，那么从他守城门开始进去去去的，
这些人那么多，那么有男的，有女的，有各个种族的，啊，比如说婆罗门、刹帝利，啊，这非常多的人。好，那么所谓的人，不会去记今天进去出去多少人，进进出出多少人，不会去问这个。但是他能够知道，这个人可以进去，这个人不能进去。这个人有进去，这个人没进去，他是很肯定的，啊，这个人违反他不能进去的，他没有啊，比如说他没有入关的这种证明啊，他是不能进去的。好，那佛也是这样，有谁确定证得阿罗汉，有谁证出果、二果、三果，这个他是非常清楚的。但到底证出果的有多少人，证二果的多少人，证三果的多少人，啊，有种善根的多少人，没有断善根的多少人，这个。他不会去记这种东西，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啊。但是要确定这样的境界是不是正果，这样的境界是正的极果，那这个他是非常清楚的啊。那么所谓的人，他不需要知道今天进进出出多少人，那他只要知道哪一些人确定是进去的，可以进去，哪一些人是不能进去的啊，只就讲这个。好，那么这里如果有人来非难，我们刚才讲说，那佛有没有不知道？那这个是一个。那包括十四无忌，世间有边无边，啊，世间十四无忌其实就是世间有边无边。那佛灭后，那到底存在不存在？啊，那这个类似像这样的问题啊，其实就是三个到四个问题啊，就有众生跟世间是有没有？啊，世间有边无边，众生的数量。啊，众生的这个数量是决定的，就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也是有边无边的问题啊。我以前刚学佛的时候，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我在想说，这个只有众生成佛，没有佛变成众生的吗？是不是？众生可以成佛，但佛不会再变成众生吗？那么每一次只要有一个人成佛或一个人得解脱，像佛的时代，比如说有1250个，最初有五比丘啊，然后后来有所谓的长随众1250个。好，那么世间上是不是就少了1250个凡夫了？是不是就有少了1250个人不轮回了吗？那么再度舍利弗、穆勒人再度啊，比如说印度当时假设佛至少度了50000个阿罗汉，出国二国三国的就不用讲了。好，那假设这50000个阿罗汉，他入涅槃了，他就不再轮回了嘛。世间上就少50000个人轮回了，对不对？好，那么每一尊佛出现的时候，都会少几十万人，啊，比如说一般讲，比如说弥勒佛再来的时候，啊，98亿人，啊，98亿人可能就是980万还多少啊？不少，就是这个亿要看是10万、100万、1000万啊。然后好。那么就是比如说好，那一次少100万人好了，那是不是那这样众生会是不是越来越少？因为众生成佛就不再是众生的啦，那这样众生会不会越来越少？我以前在想这个问题。那如果众生越来越少，那最后那几个众生肯定不能成佛，因为他没有众生可度啊。因为只有众生成佛，佛不会成为众生嘛。如果照这个逻辑来看，那众生是不是会越来越少？那众生肯定越来越少啊，因为一尊佛就度很多众生，然后每次一个大劫有1000尊佛呢，然后度那么多众生，那众生是不是越来越少？那众生少到一个数量的时候，那肯定有一些人是没办法度众生的啊。为什么？他可以证阿罗汉，他不能度众生啊，不能度众生就不能成佛啊。那这样，哎，这样有一点矛盾啊。那你说这样是这样的观念，其实本身就是他问题的本身就是错的，问题的本身就是错了。因为这个前提是站在哪一个前提上说的？众生是实有的，我是实在的。站在众生是实有这个立场上，那么你才会有这个问题，那众生会越来越少。好，那么世间有边无边，跟众生有量无量，有边无边，问题是一样的。啊，以前我不知道就在想这个问题。那一切众生皆能成佛，但是最后一个众生肯定不能成佛，为什么？
他没办法度众生啊，他没众生可度，他怎么成佛啊？那这样的观念就是你把佛跟众生都当成实在的，只是比如说从粪坑出来洗干净身体，不再堕入粪坑，但是他还是实在的。其实这个是跟无我啊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好，那有边无边是无际的问题，类似这样，问题的本身是错误，所以有一些佛大部分会回答，但是有一些不回答，基本上是第一个，你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回答出来啊，比如说有我无我，回答出来你不能够知道，而且你怀疑会更深，困惑会更重，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我说的法没办法利益你，我就不说了。第二个是我说出来的你会更恐惧，比如说这个人去哪里了，然后他去堕他地狱了，然后比如说我爸爸那这样往生去哪里，他堕地狱了，这个时候跟他讲他会产生恐惧害怕，对他没有利益，虽然是实话也没有利益，所以有时候佛也不说啊，类似像这样。那通常是十事无忌他就不讲。好，那假设有人讲说啊，如是非难说，那佛这个法不知，乃至他说不管你怎么样质疑佛，乃至不见为畏相，就是一点害怕都没有了，没有任何的畏惧，我敢肯定说这样就是这样啊。那么你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你没有任何疑虑的，没有任何畏惧的，说决定是这样啊。那一般因为我们像我们有一大部分的人，如果没有亲身体证啊，那么他说出来的就是会保留一点点保留啊，那越讲就保留越多啊，然后就开始会迟疑啊。那基本上就是你没有很百分之百确实确定这个东西。好，那他说以是故我得安稳得无所谓啊，那么安住圣主处啊，比如说这里讲圣主处，这里讲圣主住处啊，那么这个处就是一个境界啊，比如说我们说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就是他安住在那个境界里面，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啊，就是所谓的住处或处。好，那么这个圣主啊，我们说过说第一最高无上啊，他即便有很多具足一切功德啊，那只要是指佛了啊，因为他后面也有解释什么叫做阿利萨啊，什么叫做圣主啊，就是说只能够自利不能够利他的，那不是，那就是一般的阿罗汉嘛啊，他也有讲只能够自利不能利他的啊，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写，把这个用完再来写啊。好，那么人就是在大众中狮子吼啊，那么人转梵轮啊，就是法轮啊，清净的法，梵有时候也就是佛啊，那么诸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幡若覆于众，实不能转。除了佛之外啊，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这样说啊。那说什么呢啊？我是一切智者啊，能转法轮。那后面的第二无畏、第三无畏、第四无畏，这个是第一无畏、一无畏、第一无畏啊。佛有四无所畏啊，第一无所畏或是无畏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一切肉尽啊，这个是智慧跟肉尽基本上是一体两面，因为真正的智慧就是断烦恼的能力，一开始的智慧是觉察烦恼的能力。我们说过我们学习佛法最重要的就是觉，那么圆满的觉就是佛，那么觉要从觉察烦恼开始，我有贪之有贪，我有嗔之有嗔，我少贪之少贪，我无贪之无贪，要从这里开始。所以从觉察烦恼的能力，从觉察烦恼的能力到什么，到断除烦恼的能力啊。我们说过修行基本上是就是断烦恼而已啊，勤修戒定慧是为了要，重点是慧，戒才能够修定，定才能够发慧，慧才能够断烦恼，断一切的烦恼啊。如果你没有定，你发不了无漏慧，最少最少都要有味道地定，你没有戒，你的定就起不来，也不能长久啊。
所以基本上主要是慧，那就是智慧。那么智慧就是为了断烦恼，你有一切智，你就断一切烦恼，啊，所以从一个面正面来讲，他是一切智者，我是一切智人或一切正智人。那么从智慧的功德来讲，他是断一切烦恼，所以我一切肉尽。所以叫做无漏，阿罗汉也是断一切烦恼，叫做无漏，啊，那么一切漏尽。那么假设有人跟你讲啊，一样啊，底下都一样。假设有人非让你视漏不尽，你还有一个烦恼没有断尽，啊，没有，不可能啊。他所有的他很清楚的知道。那我们知道这个修行，它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觉察烦恼的能力，啊，就是你一定要觉察烦恼，有智慧来觉察，因为。修行就是要以智慧来断除烦恼。那你说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觉察烦恼的能力，控制烦恼的能力，然后调伏烦恼的能力，最后断除烦恼的能力，其实就是这样而已。那你说那智慧怎么来？从闻思修来，啊，从闻思修，然后证就是你可以断除了，啊，所以这个是佛法里面很核心的东西，不管你诵经、念佛、拜佛、拜忏，啊，假设你没有牵涉到觉察烦恼、控制烦恼，因为你觉察了，你不一定控制得了。我知道我很生气，但是我控制不了，我就是要打人，我要骂人，不然我会暴毙，不然我会很难过，啊，我要发泄，啊，你控制不了你自己。有的人知道这样不好，但是他控制不了啊。所以你觉，但是你如果没有觉察，你就不会控制，这很重要的道理。我就不认为我这样不对，所以你就绝对不会控制。你要先知道不对，你要先知道不对，然后控制，让自己不要随着这个烦恼。那这个是要时间的，但第一个就是要觉察，要觉察。哎，我现在起烦恼，我现在非常烦恼，我现在想要打人，我现在想要骂人。啊，我现在想要，我起贪了，我想要把那个东西占为己有，啊啊，类似很多。第一个要先觉察，觉察完了之后，发现到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就要训练。训练怎么训练？啊，念佛啦，念经啦，反正就让自己安定下来。然后最重要要从道理上去贯通。要怎么控制？知道如果我这样做会带来更大的痛苦，那么我就不会这样做了。就是你要常常去想，这个《阿含经》里面叫做畏患离，就是你掉在这个烦恼里面了，畏着了，那么不管是贪，不管是嗔，那么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处理？你要思维它的过患。如果我一直这样做，如果我继续这样做，那我会变成什么？我会受更大的苦。比如说单单吃东西就好了，这个东西，比如说垃圾食品，又好吃又便宜。又香好，那你花很多的钱就可以得到很大的享受。那你如果吃比较贵的、比较好的、比较健康的，要花很多的钱得到一点点的满足。可是你要知道，你这边花少钱得到很大的快乐，后面就要花大钱来解除你这样造成的痛苦，反而得不偿失。你想清楚了，就算再便宜，就算送我吃，我都不要。为什么？我以后要解决这个更麻烦。那么过患也是这样，你去思维它，清楚它。那么所以通常是这样啊，这个智慧就是要解决这个烦恼的啊。那你要先知道，我们说过，第一个你要培养觉察烦恼的能力。那当然，那你要先知道那什么是烦恼，这个就很重要了。什么是烦恼？啊，那么你才能够觉察，啊，那所以这个那什么是烦恼？啊，只要让我不安的、不安的、躁动的、恐惧的、会有后患的、会伤害别人的，这些都是忧虑、不安。就算你很快乐，但是你太执着了啊，反正这些种种它都是烦恼，心不安定。不清净，全部是烦恼。好，那么这一些，假设有人质疑你啊，主要是这两个。假设有人质疑你啊，
就是比如说我是一切政治人啊，那么事法不知，那其他的都一样啊。这我是我一切肉尽啊，那么有人指引你事肉不尽啊，你有什么烦恼没有断尽啊？其实都有，都没有啊，佛陀都没有，他很肯定讲我已经断尽一切烦恼，那么就表示他知道一切烦恼，他能够觉察一切烦恼，而且能够断除一切烦恼。那我们还没有，所有的凡夫，所有的凡夫都没有断除一条烦恼，因为叫做具夫凡夫，夫就是从烦恼的另外一个作用来讲，它会束缚我们，让我们不得自在，不得解脱。那我们是具足的，什么人开始有断烦恼？正出国的人开始断烦恼，断三结，断三条，断三条烦恼。那这三条烦恼是最主要的烦恼，这三条烦恼如果断了，那么你后面的烦恼肯定可以断，是这样子的啊。这三条就像主动脉一样啊，那他开始有断烦恼，但是还要慢慢断慢慢断啊，烦恼非常多。那所有的凡夫都具足烦恼，但是他有薄有粗啊，有薄有这个细有粗啦啊，有薄有厚啦，就烦恼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还没办法断除烦恼，我们一开始就是要觉察烦恼，然后要控制烦恼，控制烦恼就是戒，控制烦恼就是戒。那么在烦恼中，在境界中可以不起烦恼，就是定。那能够断除烦恼，完全没有烦恼，就是你可以控制烦恼，不去造作，不去造作这些恶，那个就是戒。烦恼起来就会造恶嘛，你可以控制烦恼，不去造恶，那个就是戒啊，不然什么是戒？那不是说那个一条一条哦，你要怎样怎样？不是，最主要的就是控制，让你不起烦恼。那么再来就是久了久了，那么在一切境界中，心都不动，因为一动就起烦恼了。就是在一切境界中，心不容易起烦恼，不会随着境界起烦恼了。那么就是什么？就是定了。你专注在一个境界上，你这些境界是不会让你起烦恼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定，就是能够安住，安住在清净中。那最后这个力量强了，才能怎么样？才能断除烦恼。那么一旦断除烦恼，这些烦恼不再为患。那么定的话，只是把烦恼调伏而已哦。定是调伏烦恼，戒是控制烦恼，慧才是断除烦恼。就是把定是把烦恼扶住了，让它不起。啊，所以你说什么是戒定慧？这是就是依着烦恼说的嘛。啊，控制烦恼就是戒。调伏烦恼，令烦恼不能为患，那么就是什么？就是定。那最后能够断除烦恼，就是慧。但是这个慧是无漏慧，无漏慧要从有漏慧开始，就是要先能觉察烦恼开始。所以这个是八正道里面最初的正见。那么正见到最后正念正定，你看正见正思维，这个是一开始觉察烦恼。那么正语正业正命开始是什么？控制烦恼，有没有？正念正定就调伏烦恼呢？那么正念坚定后是什么？引发无漏慧，就断除烦恼。你看八正道是不是这个次第？是啊，你好好想，那怎么样用在我们生活里面呢？一样啊，因为很多境界都会让我们起烦恼啊，别人诽谤我们，别人伤害我们啊，在大众中误解我们，我们已经做得很累了啊，还讲我们做得不好啊，反正就很多了。那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在这一些五浊恶世里面、境界里面觉察烦恼、控制烦恼？觉察烦恼就不容易了。那你要常常觉察，觉察久了，你要学会控制。控制只是让你不去造恶，那个烦恼在内面是鼓动的哦。好，那你还要调伏烦恼，调伏烦恼在内心上不那么鼓动。久了久了，你还要能断除烦恼。就八正道就是讲这样啊，其实这个就是戒定慧的层次。好，那么这里说到我是一切智人，这个是佛陀走过来的，我一切肉尽。好，那么接下来啊，还要看这个还是有。那么你要能够觉察烦恼，要能够断除烦恼，乃至断除烦恼，他基本上他说我说藏法啊，那么就是说你要有方法，
你要有方法。那这些方法正不正确，就是你要治病，你要有药，这些药是不是对症下药，那就很大的问题哦，就很主要的关系哦。啊，那你现在要知道，你修的法，你修的法，就像你吃的药一样是药，但是这种药就不是治这种病，甚至吃了这个药，这种病控制住了，引发另外一种病啊！我们吃很有时候吃西药也会这样哦，啊，就吃了骨头的药啊，伤了胃，啊，然后吃了胃药又伤肾，啊，吃了肾的药又伤肝啊，反正就这样啊，很容易这样哦啊。那么有一些法，它会有后遗症，会有副作用，甚至会背道而驰，啊，像以前佛陀时代很多苦行外道，这些法就不能。就是障道，甚至怎么样？甚至他不能得到，还会障道。啊，有一些就是你这样修，白白受苦，而且也没有什么利益，无益无利的。那么这个你要先知道，修行不是说啊，那么这个大家都这样修，我就这样修。哪一个权威的人说这样修，那我就跟着这样修，不是的。以前的人这样修，我就跟着这样修，不是的。你要先了解为什么要这样修，原因原理是什么，那哪些人这样修成就了，为什么啊？你要先明白。那么哪一些是障道啊？比如说佛陀时代很常见的，很常见的一个观念，比如说好，当时就有人讲的，比如说淫欲是障道法，五欲里面淫欲、饮食跟男女，这个是我们比较重的烦恼，那么他是障道法。但是有一些佛弟子就觉得他在外面公然宣说淫欲不是障道法，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是说，这个因为在家人他有家庭有夫妻关系，他也可以证出果，甚至也可以证三果。那如果他有家庭有夫妻关系有淫欲，他都能证果，那淫欲怎么会是障道呢？如果障道，他应该不能证果啊。那么他就觉得，因为他曾经就问佛嘛，说如果在家人可以证果吗？佛说可以，在家人也可以证果。那么你看，很多佛弟子证，你看这个几世这个几孤独长者，须达多长者，他也证三果啊；直多长者也有家庭啊，他也证三果啊。那你说在家人他是有夫妻关系的啊，他是有家庭的啊，那他都能证果了，那他怎么会障道呢？如果他有淫欲心，有淫欲的行为，他都能证果，那么淫欲怎么会障道呢？诶，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这样。所以他就在外面公开讲，就我，因为他去问佛嘛，跟他说如果在家人能不能证果，他说可以，不要说证三果了，证初果他都能证到了，那他怎么会妨碍修道呢？啊，所以他就公开讲不是障道法，说受淫欲不障道，在阿含经里面就讲这件事啊。那这些有一些阿罗汉听了就说，他怎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佛明白讲五欲是障道法，特别淫欲是障道法，佛是公开这样讲，而且常常这样讲。但是他现在他公开在外面讲，就我了解佛的意思，淫欲不是障道法，人家就去跟佛说了，佛就把他找来说，你是这样讲的吗？啊，那你是说淫欲不是障道法吗？他说是，因为我就问佛嘛，佛不是这样讲说在家也可以证果吗？那么即使 你在家有夫妻关系的啊，那你可以证果啊，那怎么会？那应该就不障道啊，如果障道他就不能证果啊。好，那所以我就这样讲啊，这没有错啊。佛说你错了，我没有讲过淫欲不是障道法，我常常讲淫欲是障道法。好，那你说那这件事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在家人他问佛，那么有淫欲可不可以证果？可以，也是可以的，因为在家里有夫妻关系都可以证初果、二果、三果，但是为什么不能证阿罗汉？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因为他只要还有淫欲心、淫欲的行为，他就不能完全解脱，因为他还有那一分烦恼，但是不妨碍他得正见、正出果。因为出果是什么？断三结嘛。出果断三结，恶果呢？薄贪嗔痴，贪还有，欲贪还有，三果才把欲贪断掉。所以他证了三果之后，他就不会受欲贪了。他不会受欲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在家人过出家人的修行方向，他只是没有剃度而已，他还是犯恨，像维摩诘这样，是有妻子常修犯恨，就是他还是受出家，他还是受出家的这样的离欲生活。一种就是出家。那如果阿含经里面也有一个，居士，他早上啊，他早上去问佛，没有多久就证果，那么晚上就死掉了，被牛撞死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证阿罗汉了，啊，他也是在家人，啊，但是因为他就死了嘛，如果他不死的话，他要不是过出家生活，就是变成出家人。那么是因为这样，假设他有淫欲，他这一生就不能证阿罗汉，他就证到三果而已。为什么？啊，但是三果基本上就不会再有，就是有夫妻关没有夫妻关系，还是但是还是有家庭，但是没有夫妻关系了，因为他已经离欲了。他离欲了，他对于这样的五欲完全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如果证出果恶果还会，因为他还有欲贪，三果才把欲贪断掉，还有色贪、无色贪，所以他会执着于禅定的喜悦，啊，会有这样的。但是这个还是贪，这个还是贪哦。到了阿罗汉会把这个连这个都断掉，四果会把这个断掉，其实是这样。那你说好，那从这个来讲，淫欲会不会障道？会，还是障道。如出果恶果，为什么不能证三果？证了三果，证了三果一定会离欲。但是他出果恶果，如果还对欲望五欲非常执取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证三果的。证出果恶果的人，说恶果就薄贪嗔痴而已啊，他就这样修这样修，那下一生再来的时候，啊，那么有可能就得解脱，那也有可能没有。所以为什么最多七次，人天往返？啊，因为他有可能对这个欲望都还没处理啊，没有处理，所以这个欲望就一直障道啊，让他好几生都不能证三果、证阿罗汉啊。那你说他障不障道？障道。所以他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所以他在外面讲哈，受这个五欲不障道，障道。这个就是观念上没有厘清了。那这个在《阿含经》里面讲这件事啊，啊，就有人讲啊，佛说这个是障道法，决定是障道法。啊，决定是障道法，啊，那么比如说五欲是障道法，啊，那特别是邪见，它就是障道法，啊，你持戒基本上，你持五戒基本上不会堕三恶道。假设你持五戒，啊，持到80分呢，啊，你基本上不会堕三恶道。但是你虽然持戒持到90分，可是你有邪见依然堕三恶道，所以邪见。是主要会让你堕三恶道的。你看那些苦行外道，又有禅定，又持戒清净，还有神通，他依然做牛、做狗、做马。为什么？他持牛戒、狗戒、马戒，他依然堕三恶道。所以主要让人家堕三恶道的是邪见，啊，那么邪见是第一障道。所以你只要有邪见，你有错误的修行方法、错误的观念，这个叫什么？戒禁取。你只要有这样的，你就没有办法证果，甚至不能证信真上，啊，那么证信真上的人就可以不堕三恶道。证信真上的人就是对于佛法非常清楚的理解，虽然还没证到，但是他非常的肯定，啊，那么这个就可以不堕三恶道。但是你虽然持戒持得很好，修定甚至有神通五神通，你都还有可能堕三恶道，只是因为你邪见，啊，你看那些外道，他为什么知道那条牛升天？他有天眼啊，他有宿命啊，知道牛过去生做牛啊，他未来可以升天啊。这件事是真的吗？是真的，他看的是真的，但是他连结错误了，他以为牛做什么业？牛就吃草而已啊。哦，那这样吃草就可以升天，所以他就开始想要升天，他就学吃草，学牛吃草。后来做什么？做牛，啊，
那我们很多佛教徒有时候，很多人为什么后来修一修都做天龙八部去了，护法鬼神去了，修这个鬼道的业嘛，那念很多咒，然后很多有的没有的啊，其实跟鬼相应，跟鬼神相应。这你要有正见，你要有正见真上哦，正见真上的话，你不容易堕三恶道。那么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说，我说，所以佛说哪些是藏道法，那么哪一，所以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戒禁取吗？你要先断，这个是什么？四谛疑，要断疑。你看，所以你要先断，你要先有什么？有能断戒禁取，就是这样的修行方法。然后还有就是你要先离开错误的修行方法，没有错误，有后遗症障道法，你要先了解，你要先了解哪些是障道，哪一些助道。什么是助道？三十七道品是助道品，哪一些是助道的，哪一些是障道的？你如果不先清楚，你是没有办法修道得道，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先下课啊，等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啊，刚才讲到啊，一切肉尽说藏法、藏道法。啊，这个其实你修什么法就会成为什么。你修佛法，你最终能够成佛；你修声闻法，最终能够成四庄八倍、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你修辟支佛法啊，你能够成辟支佛；你修人天法，你可以成为人天啊，做人或升天；你修鬼神法，你未来会成为鬼神。啊，那其实很多修学佛法的人，其实很多是参了很多鬼神法，真的，他以为这个是佛法。那其实你会发现到，这位所谓的佛法很多都是以鬼神啊，皈依鬼神啊，啊，修的是很多是鬼神法。那这个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人要特别注意的，啊，真的啊。那另外啊，除了这个藏道法要清楚之外，就是我所说道啊，四位里面，我所说道能出世间，啊，这个就是解脱法，啊，解脱法出世间的基本上就是解脱道啊，或是菩萨道，菩萨道是四出世间，啊，那解脱道是出世间，人天道是世间，啊，那么基本上是这三个。那就是佛法里面的五乘共法里面，那么我说道，我所说道能出世间，那这个道主要是什么呢？啊，那后来的佛弟子把佛说的出世间的道结集起来，就是所谓的七类三十七道品。但是其实佛说的不只是这一些，啊，比如说八大人觉，八大人觉也是出道法，七圣才啊，他也是出道法，啊，那三无漏学，后来我们说的三无漏学是欲流之，啊，那么其实还蛮多的，但是佛弟子后来把佛常说的，那么把它汇集起来，就现在我们说的七类三十七道品，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啊，这个是后来佛弟子把佛所谓的出道法。出道法，那么把他常说的，把他这七类，那么把它编在一起，就变成三十七道助道品法啊，其实是这样的。那第三个就是哪些是藏道的，第四个就是告诉你哪些是助道的。那么藏道的你要避免，助道的你要精进的修学。那你很多人就是助道的他不修。藏道的他一直修，所以就变成你就越修越不行，那这个是很常见的。那么越修烦恼越大，越修我慢越高，越修脾气越大，越修越贪，这个是很常见的。为什么？他没有修到助道法，他修的都是什么藏道法，增长贪嗔痴的方法，跟鬼神相应的方法。鬼神比我们还，鬼神的烦恼比我们人重。天人烦恼也有烦恼，但没有人的重，至少他嗔心不太起。他不会起那个比较重的嗔心，那个贪心也有，但是他也没有那么贪。但是鬼神烦恼比我们重，所以假设你越修，贪心越重。嗔心越重，嫉妒心越重，怀疑心越重，鬼神怀疑心越重，那么我告诉 你可能修到鬼神法，那个鬼神相应嘛，这种心是鬼神的心啊，就算你没有修鬼神法，你死了肯定会堕鬼神道。那因为你有学佛，你有持戒，那就是做天龙八部寺院的护法神啊，或四王天底下啊，或是那个韦陀菩萨底下那一些夜叉大将，啊，那哪里有佛弟子去护持他的？那还是鬼神啊？为什么？从你的贪心、嗔心、痴心，就怀疑心嘛。很多佛法不知道，啊，但是很欢喜护持佛法，很欢喜修学佛法，那你也不晓得这个到底是鬼神法，还是声闻法。还是菩萨法，还是佛法，你不知道。
反正大家都这样修，我就这样修；反正以前的人都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我告诉你，你这样很容易修一修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护法神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看那个虚云老和尚的传记里面，有一个持戒持得很严的，啊，那然后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叫做有一个沙弥，好像叫真净的样子啊，你们去查虚云老和尚的传记里面就有写记载这件事，叫真净沙弥。那这个真净沙弥哦，用了常住的钱，用了常住的钱，跟常住借钱，然后去受戒，因为连受戒都是要交什么超度祖先会什么的这些，然后衣服的这些啊，然后借了不知道多少钱啊，那可能借了蛮多，像我们现在的话，可能要交至少好像1500、2000，我忘记了，我已经忘记我那个时候受戒是交多少钱，反正就是要超度祖先费啦什么的啊，3000块啊。我忘记了啊，要交3000块，好啊，假设我们就说这样好，他借了跟常住借了3000块，然后去受戒，然后还有路费嘛，借了5000块，反正借了不少钱了。那常住借给他的时候，他说完借没有还，然后那个管钱的当然要跟他讨啊，因为爱护常住物，如护眼中珠，啊，这个借怎么可以？你欠谁的钱都可以，你怎么可以欠十方的钱？这个罪是很重的，而且我是管钱的啊，就是他就派人去跟他催讨啊。那他那个持戒很谨慎啊，很严谨啊，自己是不敢一丝一毫都不敢放的，缠住的一根针一粒米他都不敢要的。可是你跟常住借了5000块去受戒，常住借给你了，你不还就算了，他还伪造一张收据。伪造一张收据，说已经还了，谁都签名了。可是那个人，那个应该是裤头还是怎么样，不晓得了。他看的就是这个明明是假造的，根本就没有。你借常住的钱，额赖取也是偷盗哦。额赖取就是借钱不还，他也是偷盗的一种哦。不逾取是偷盗，但额赖取也是偷盗。他说你现在犯了盗戒，你不还就算了，你还用妄语戒，还假造。还假造什么？还假造收据，他就非常气，他对于这件事耿耿于怀。这样看起来非常有正义感，没有错，可是增长嗔恨。好，我们要看，我们说这件事哦，那这件事没有多久之后，没有多久之后过了，这个还钱的这个，他不知道叫什么沙弥，我忘记了，我知道那个沙弥叫真净，那个比丘不知道叫什么啊。然后后来这个比丘就死掉了啊，虚云老和尚的道场啊，死掉了。死掉了之后，因为他非常的憎恨，心里面，因为他都没有还嘛，他几天没有还，他就一直这种恨在里面，就一直非常憎恨。然后后来死了，就做那个好像是他好像在云居山的样子，啊，不知道在哪一个山啊，再查一下啊，就在反正就在虚云老和尚的道场，然后就在那边做护法神。那那个虚云老和尚要办传戒，虚云老和尚要办传戒，好像是云居山啊，我已经忘了。然后要办传戒，那传戒的时候就请这个真净沙弥回来做。哎，他因为传戒都要有那个前面那个引理师嘛，啊，要很多引理师，啊，他就请他做来回来做引理师。那结果回来没多久之后，那个真净沙弥后来已经证比丘了嘛，啊，他就被附身，被那个比丘附身。那比丘为什么可以附他的身？他就做护法神啊，啊，他就是嗔恨心，嗔恨心做了护法神，啊，那你看，啊，然后但是他还是因为他持戒嘛，持戒会有威德力哦，持戒会有威德力哦，啊，那你看这个就是，你虽然啊，就他不还那是他的事，你也不用憎恨他，但是你知道因果，他不知道因果，你也不需要去憎恨他，而且你一直恨他。你就是增长嗔恨，这个增长嗔恨基本上就是鬼神法。鬼神基本上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仇必报，恩不一定报。天人的特点就是有恩必报，人家给他一点点恩，他就涌泉以报；受人点滴，涌泉以报，而且有恩必报。鬼神不是这样，鬼神是有恩不一定报，但有仇必报。啊，上面。他的嗔恨心，他怨一个人，他可以十世，
时事都在等那个人，他就是要报复。那么你如果有这种性格，你修的就是鬼神法，很简单，你死后一定堕鬼神。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邪见，啊，邪见也容易让你堕入鬼神。那比如说那个《隐城回忆录》，谭徐长老的《隐城回忆录》里面，我以前很喜欢看这些传记，啊，就祖师的传记。那么《隐城回忆录》也记载一个，就是好像是金山寺一个禅堂的首座和尚。你要知道，要做到禅堂的首座和尚，第一个，你那个道理要会讲；第二个，那个禅定的功夫要好。你要做首座，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但是那个首座和尚哈，后来死掉去做土地公，而且跟他过去结婚的太太，他太太做土地婆，他做土地公。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他虽然做到禅堂的首座，但是他那个道理不明，而且他去出家是没有经过他太太同意，他太太很怨恨他，然后他也不当一回事，所以他太太就一直跟在他旁边。然后这件事在这个谭旭大师的《隐城回忆录》有记载。然后后来啊，反正后来因为他太太是跳水死的嘛，后来就一直干扰他，然后他可能也没有察觉，后来他就慢慢就一直想死，啊，因为金山寺好像就是在这个水旁边嘛，然后后来就把他带回去，不要在那里啊，因为他跳水几次都被救回来，后来就把他带离开，后来还是跳水死。那跳水死他的女儿，因为他们是中年出家的嘛，然后他太太因为他跳水自杀嘛，然后不甘愿，就一直跟在他身边。然后后来他也跳水死。跳水死，他的女儿就，他的爸爸就跟他托梦，他们当地有一个新的土地公、土地婆要落成，就是他们两个夫妻。然后哪一天，那谭旭老和尚，他女儿就是跟谭旭老和尚说，那谭旭老和尚也好像不太相信，后来就去说，他就去看，但是他这件事也觉得很奇怪，他就去了就说，假设你是某某某某人。真的是某某某某法师，好，那么你现在就现出一些异象，让我们证明你是那个。好，后来他马上讲完，啊，他那边有烧金子嘛，那个金子就起一个旋风，卷成一个圈，啊，他说好，那我知道你是了，好，就停了。那么这件事啊，你也会发现到，就是他的那个证件不具足，啊，那你看他也有禅定功夫，一个是有修禅定的。手做和尚啊，一个是有持戒很紧紧的，嗔恨心强啊，啊，那个禅堂的手做有可能是贪心强，啊，这我们不知道了，但是他基本上就是他的烦恼还是重的。那么他这个就回到修行的根本观念，你没有觉察到你的烦恼，当你在怨恨这个人借常住的钱不还，或是这个人。他非常怨恨这个人，啊，都不工作，好吃懒做，啊，那么我们要做这么多，他都不做，因为你会比较嘛，那么你就非常的怨恨，看到那个人就起怨恨心，你不知不觉的就这样，积怨，我们叫做积怨，你不晓得积功累德，你就是积怨累恨，啊，就经常在怨恨里面久了，你修的就是鬼神法。你不知不觉哦，所以这种是很重要的。很多修行为什么修越久脾气越大，修越久越看不惯这个世间。修越久，刚开始修行，我发觉是这样的。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大家都有修行，只有我没修行，因为你刚修嘛，所以你会很尊重大家哦，因为大家都莫测高深，只有我一看就知道没修行，刚修行嘛。慢慢修就会发现到，慢慢修，一开始是大家都有修行，我比较没修行，因为你刚修，你知道吗？慢慢修了就觉得，有一些人，多数的人有修行，少数的人是没修行的，所以你会尊重多数的人，看不起那些少数的人，轻视那些少数的人。再长一点时间呢，十年、二十年呢，多数的人都没修行，只有少数人有修行。再多一点呢？多数的人都没有修行，只有我有修行。真的，这个是我在佛教界里面哈看到，基本上那这个时候你就跟鬼神法相应了。
这个是不知不觉的哦。所以我常常讲，你一定要先知道第一个什么是烦恼，第二个你要觉察出你的烦恼，然后还要用正确的方法哦。方法不正确，就好像佛陀说的，你持一句咒、两句咒、三句咒、十句咒、百句咒、千句咒，你就要离苦，你就要得什么得什么，那个不是助道法啊。那你透过一个什么法会，你就要完成什么功德，那个不是助道法，这个一定要先清楚。好，所以什么是藏道法，什么是助道法？你看谭虚老和尚有一个做土地公的，土地公是有财鬼、有福报的鬼，那有一个做护法神的，四王天底下那些夜叉大将、天龙八部，很多也学习佛法，好要佛法，但是他看见那一些没修行的人，他生气啊，他要修理他。不要养成，不要养成这种习惯，这种习惯会让你做天龙八部，虽然也在佛法中修行，有功无德。你对佛教有利，护持佛教，但是你那内在的德性、慈悲、忍辱、智慧没有增长。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我看来看去哦，看到很多人在佛法中的盲点，啊，那我们真的要学习佛法，让自己调柔了，你自己调柔了，你才能够让别人调柔，没有调柔，反过来就是什么刚强。我们常常觉得别人刚强难调难服，实不知最刚强的是我们自己。那这种刚强不是说你烦恼重，是你非常厌恶那一种烦恼重的人。你要知道厌恶是一种什么嗔烦恼，极度的厌恶，那个看起来好像修道的洁癖，不是，那是一种强烈的执着，你没有办法利益众生，甚至你会给自己设下障碍了，啊，这个就是你的障道法。那你要很清楚这一些，真的，很多人没有从这个地方埋着头诵经、持咒、念佛，我告诉你，也不是没作用，石头压草，草根往底下长，它够有力量了，连石头都给你蹦开。我告诉你，你有定有戒都不足以调伏这个烦恼，啊，这是很重要的。好。再来看，啊，所以他说我说道，我所说道，这个道基本上就是三七道品，如果大家有书的话就看一下注解，注解里面有第四十个三十七道品，啊，因为第八个就有讲三十七道品了，这第八个就讲这个三十七道品，然后等一下再来讲能出世间，啊，那么我们说过三十七道品是佛弟子，后来的佛弟子把佛常说的出道法挑出七类，那其实不是只有这七类，像阿那律修八大人愿，啊，八大人卷，后来我们叫八大人卷，阿那律修八大人愿，它也是一个出道法，七圣才也是一个出道法，四义由之也是一个出道法，啊，它是它一个修道次第啊。好，行是道能出世间，决定可以，你这样修决定可以出世间，你不这样修，反过来就是你不这样修决定不能出世间。那这个是从正面来讲，你要知道正确的路是什么，那你要知道错误的路是什么。那从修道的正三果、正出果来讲，断三结、身见，那个是路这个圣凡圣的差别。好，那么你要断身见，你一定要断戒进去，要知道什么是藏道法，什么是藏道法。这个东西你不知道，你在修藏道法，你还以为修助道法。这很多人都这样哦，真的，我看见很多修行的，实在上是修藏道法，他一直以为在修助道法，不对。啊，那么这个你没有察觉，你就越走越远。像苦行外道就这样啊，用不用功？用功啊，精不精进？精进啊。有没有信心？有啊，九死不回啊，给他十九次他还是这样做啊，有用吗？没有用啊。那所以这个是你，这个就是
借进去，这个就是什么疑？对于佛说的正确道理，不能清楚，不能明白，有疑啊。所以你不能够明白佛的所谓的三十七道品的这样一个道理。八正道谁不知道？八正道大家知道，但是有谁真的是照八正道来修的吗？很少。第一个正见就没有具足，真的。那没有正见，你哪里能够起正思维？依正见才能起正思维，依正见才能起正思维。那你不依正见，你起的都是邪思维，叫做世间思维。正见能够出道法，能够让你起出世间思维。那什么叫做世间思维？什么叫做世间思维？世间人想的嘛，哎，你这样占我便宜，我怎么可以让你占便宜？这世间人想的，对不对？啊，一开始啊，我就是要赚很多钱，我的下半生才有保障。世间思维，出家不想着说，不去想说，我看见很多刚出家的，不去想说我要怎么样修行才好，就是我要赚多少钱，让我可以好好修行。世间思维，等到你赚够多的钱，你已经不能修行了，真的。啊，我这个没有，又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等我老的时候有没有兄弟姐妹？我父母都不在了，没有人照顾我，我一定要先赚一点钱，先存一点钱，我来好好修行。世间思维，如果出世间思维呢？我现在趁着年轻要赶快修行，等我老了不能修行了。不是趁着年轻赶快赚一些钱，以后老了好修行，这个观念就是什么颠倒想。趁着年轻好修行，而不修行，去做世间人要做的事，赚钱。那么让老的时候可以修行。第一个，你能不能活到老不知道；老了你能不能修行？那年轻正有力、正有信心的时候你不修行，你等老了你要修行，你以为容易哦？不容易啊。这个就是叫世间，你观念不对，你很难起正思维。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看很多人是这样的哦，很多人是这样。那意见不好的境界，世间人想，啊，不愿红胚呢，啊，就是你不愿意受一点点委屈，不愿意受一点点吃亏。你能够吃苦，但不能吃亏。我告诉你，世间思维。这样修行，你就是修一百年哦，用十度的水，用十度，用火小火煮一大桶的开水，煮一大桶的冷水，怎么煮都不会热，怎么煮都不会热。你煮一百年，白白浪费一桶的瓦斯，瓦斯煮完了，十桶的瓦斯煮完了，水都不会热，为什么？水太多，火太小。你这个道心，你这个出世间的道心太小了，太没有力量了，没有力量，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么多佛法啊？大智论讲得很广啊，很广，但是最重要的是还要回归到他教我们怎么修了啊。你看这个是几个重点而已，但重点都在这里。好，那所以这个是四无畏，一切漏尽前面就是一切智者，有智慧。调伏烦恼，真正能够调伏烦恼要有什么？要有道。那道就分成两个，一个是障道的，一个是助道的。那这样才能什么？才能解决问题，苦集灭道，就是有智慧，核心是有智慧解决烦恼。那么这些烦恼断尽，要必须要有助道法。那么你要能修助道法，要先知道什么是障道法。你不要修障道法以为助道法啊，那么把助道法变成障道法，所以这个就是佛说的什么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那么这样啊，就颠倒走，冤枉啊！你看起来很修行，出家越久，年资越高，那么权位越高，贪心越重，越不能舍，拥有的越多越不能舍，权力越大越傲慢。那你开会就会看到这样，这样是什么？颠倒走了，世间思维。世间思维跟出世间思维很重要啊。那你有时候要好好静下来想，起烦恼的时候就要想。你起烦恼的时候不想，
不起烦恼的时候，你也不会想。啊，那么，那如果你不起烦恼的时候，可以静下心来想，我都在修些什么？那曾子不是有讲吗？吾日三省吾身。好，那么你也不用三省，你一醒就好了。早上起来，晚上要睡觉，坐下来想一下，我都在修什么？我在修些什么？那么我又修了些什么？那么如果你修了这一些啊，我你不要说哦，我今天念佛念了一万声啊，我今天做善事做了几件，好，那个都不是重点，那个也是，但真正的重点是我的烦恼有没有减少，我的戒定位有没有增加？戒定位是什么？刚才我们讲过，戒定位是什么？控制烦恼的能力，调伏烦恼的能力，断除烦恼的能力，哎，这些啊，你没有从这个地方去看。哦、你只是数目是增加、哦、我的钱增加的，我的权力提高了、啊、那么这个我的念佛念多少声，我已经累积几百万了、啊、拜佛拜了多少拜了，这一些都是要增长你戒定位。可是比如说你赚那么多钱，你从一万块到十万块，从十万块到一百万，你不去 拿去改善生活，你拿去赌博，拿去吃喝玩乐，有一点像这样的、啊，就是你的修行，你念佛，你持咒，你拜忏，啊，就你种种的用功，没有拿来改善你的烦恼，反而拿来增长你的烦恼。哎、欸，你看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样你就变成颠倒走了世间思维了。那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毛病，所以为什么越修越不行？就是因为你没有清楚了解智慧，就是要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修行核心，这个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正要的方法。那么佛正得的这个，他可以明确肯定跟你讲，因为佛法就是要让你得到圆满智慧的方法，所以叫做一切智嘛。所有的智慧它都圆满，它可以断一切烦恼。从断一切烦恼的这样的能力来讲，他得一切智。从断一切烦恼的能力来讲，他得一切智。一切智就是断一切烦恼。那么这一切智断一切烦恼怎么来的？就是由修这些助道法，那么不远离这些障道法而来的。啊，这个是很重要。好，那我们再来看啊，所谓这里的。这个是讲到啊，就是因为讲到这个第七条这里啊，那他这里讲到圣主住处啊，我们就顺带说啊，也是大智论卷二十五，他说佛自成也啊，那么有时候他就没有翻叫做圣主住处，但是他这里直接翻音译，他说自功德具足啊，圣主就是佛啊，在很多经典里面他都是啊大圣主。啊，是什么什么圣主，他就是佛的意思啊。好，那么他说自功德具足，亦令众生得安乐利益。啊，就是自利利他了。基本上他就是两个，一个叫做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觉行已圆满啊。那么这个就是佛。如果你自利不能利他，你自觉不能觉他，或是你单利他不能自利，那现在有一些。强调人间佛教的啊，那么他是什么利他，但是不能自利啊，那这样也不是。那如果只是自利不能利他，那个就是阿罗汉了、啊，声闻了 啊。那所以这个，那你单能利他不能自利，你的利他也有限。那你不能自利，那个就是凡夫啊，凡夫啊。那你一直做凡夫，当然从凡夫就要行菩萨道了，但是。菩萨道不是一直做凡夫，啊，他两个阶段般若道，他一定要先证无生法而成为圣者，他才能更有力的利益众生啊，其实是这样的。所以他说自功德具足，亦令众生得安乐利益。如果佛自安乐利益不能利益众生，不明阿利沙住处，啊，我们说这个住处就是他安住在那个境界上啊。若但利益众生啊，他可以利益众生，但不自具足功德。具足一切功德，所以佛叫做什么？万德庄严，啊，万德就是一切功德，啊，那因为他万德庄严，所以他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啊，每一个相好都是修一个功德来的，啊，比如说你牙齿整齐，那就是你说话啊诚实，那么比如说你身体金色身，啊，那或是你这个皮肤很细，啊，那或是你眼睛很好，那么这些都是你修不同的功德而来的，具足种种的功德啊，所以它是具足一切功德。所以叫做一切智嘛，啊，一切功德具足。那么意不明阿利沙住处啊，就是你只是利益众生，但你自己不能利益自己，啊，那你很会说法，但是你说的法可以利益别人，你自己不受用，你利益不了你自己，那你也不能成就。那你自己有成就，你不能成就众生，那也不是具足，那也不是圆满啊，就是不是佛了啊。所以他这里讲，若自有功德。啊，他这里就是，啊，那么这个若自有功德，亦利益众生啊，这个就是阿利沙住处啊，自己有，那么也能够以这个功德来利益众生。我们的回向就是说，我要修这些功德，我现在修这个法是要具足这些功德，等我有这些功德，我就把这个功德去利益众生。那多数人误会了，以为。我现在念一部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就有功德，我就把这部经的功德送去给谁？不是这样，是我念这一部经，这部经告诉我修行的理论、修行的次第、修行能够拥有什么，就是功德。那么我这样修，我如实修行，我如这部经所教我的次第，我去修行，我就具足这些功德。等我具足这些功德之后，我就来利益众生。比如说，你有慈悲的功德。我就看见众生有苦，我就会主动去帮助他。你有智慧的功德，我就知道怎么去帮助他。其实是这样的，类似像这样。那不是说我把这一部经送完了之后，那么我就自然具足功德，没有。经送完了，只是告诉你你要怎么修才能够具足功德，不是送完了就有功德。那么回向就是你自己。这样修，依着佛说的经这样修，自己有这样功德。那么，因为你当初有发愿，等我有能力的时候，我要做些什么事？那么这部经就告诉你怎么样让你变得有能力。那现在你有能力了，你这依这一部经告诉你的方法，你修行，你有能力了。好，那你现在要去什么？要去利益众生，怎么利益啊？他就有告诉你啊，其实是这样。那么这个利益是来自于你当初的回向。就是发愿，回向就是发愿嘛，啊，如果我成佛了，啊，比如说，举个例来讲，比如说《无量寿经》，啊，《法藏比丘发四十八愿》，啊，他也是回向，我未来如果成佛，啊，我要创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土，让众生可以怎样修行，啊，那他为了要得到这样的功德，要圆满他的回向，他必须要怎么样？要努力修行，让自己成佛，啊，意思像这样。那所以这部经告诉你，你这样修会有什么什么功德？不是念完了就有，必须要依着经典里面如说修行。修行之后，就好像说啊，你现在脚没有力，这个骨足疏松，好，那现在告诉你，你要吃什么吃什么，怎么运动会让你骨质不疏松？好，那你现在知道了之后，好，真的这个方法让我好的时候。我一定要用我这两只腿去帮助所有受难的人。好，那你就照着这样啊，这样吃药，然后运动，没有多久啊，也许是一年，也许三年，你的脚就好了。脚好了啊，你因为你天天回想，如果让我脚好，那么如果让我脚有力量，那么我一定要用两只脚去做更多的善事。好，那你就开始已经好了，你就开始去做善事，因为什么？来自于你当初的回向，就回向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哈，念完经就有了啊，你也不去吃药，也不去训练，经只是告诉你方法，修行的次第，什么是住道，什么是藏道，啊，那要怎么修道，要怎么得道啊，只是告诉你这些，你都不修，那你以为送完了就有啊？就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啊，我送一部，你送一部，加起来就50部啊，送给谁，让他。啊，健康平安啊，业障消除，没有这种事，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就误会了。你修的是什么？
你修的是鬼神法，鬼神才强调这种事。但是真的有吗？没有，没有啊！啊，你要清楚佛法教的是什么 啊？那你一直以为我只要这样送完了，念完佛、拜完佛、送完经、持完咒，我就有功德？这不是佛法，你以为是佛法就障道。因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去追求真正的佛法嘛，你就停在这里了。因为你以为这样做就够了，不对，这样做是不是就够了？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啊，所以他这里讲，若知功德具足，亦利益众生，以是故自成言：我安立阿利萨住处。那这个阿利萨，他就是说，他就是圣主啊。那么第一最上极高，不退不却不没啊。那么就是不会再退转的了啊。具足功德，无所减少。啊，那么这个就是阿利萨住处，好，就是圣主住处了。啊，或叫做圣主处。啊，就是佛所安住的境界了。好。好，我们往底下看啊，来看课本。所以他这里讲啊，欲令人信受法故，因为佛说的法不外乎这四种了。那你要怎么样得智慧？那你要断除什么烦恼？啊，那你要知道什么是住道法，你要知道什么是藏道法。所以啊，那么要信这一些，所以自言啊，就是言，就前面加个字啊，就是依照上面的说了下来，其实说佛自成言，或是佛自成自言，啊，或是佛自言，啊，我是大师。啊，有实力是无所谓。安立圣主住处啊，其实就是这个，主要是无所谓说的啊。那实力是无所谓是连在一起的啊。那么菩萨也有是无所谓，佛也有是无所谓啊。这个是佛的是无所谓。那么心得自在啊，那么你只要啊，只要这个得一切智，那就是断一切烦恼，那心就得自在了。能施智后，能转妙法的，所以你自己。看前面有讲嘛，心得自在啊，那么你具足功德啊，那么你就心得自在啊，那么能转妙法轮啊，这里讲啊，就是说自功德具足，那么亦令众生得安乐利益啊，那么就是能转妙法轮，因为说法最重要的就是引导众生，说法最重要的是引导众生。那么我们诵经就好像在听佛说法一样，那么我们要记住佛是怎么引导我们，就是说佛告诉你哪些是藏道法，哪些是住道法，他告诉你修行的次第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告诉大家，就是说每一本经里面一定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修行的宗旨跟理论啊，他是修人天道的，他是修解脱道的，他是修菩萨道的啊，他是让你不堕入三恶道的，他是告诉你怎么行菩萨道的，专门讲布施的，专门讲持戒的，专门讲忍辱的，好像就很多种啊。那么这个是他有所谓的修行的宗旨跟理论，这是第一个你要看出来。第二个，不管是菩萨道，不管是解脱道，乃至是人天道，比如说十三业道经，十三业道经就是让，就是他就是修人天道的，啊，让你不堕三恶道的啊。那么基本上他告诉你十三业、十二业。那你他有修行的宗旨跟理论啊，那么修行的宗旨假设人天道，他一定有修道的次第，所以你要知道怎么修啊，他第一个要怎么做，第二个怎么做啊。那么你说十善业道啊，杀盗淫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啊，他就有一个所谓的修道的内容次第，他怎么修，第一步要怎么修，第二步要怎么修，最后要怎么修，圆满的是什么样啊？那比如说这样啊，那修定也是这样啊。那么人天里面包括戒跟定啊，戒是不堕三恶道可以做人，五戒可以得人生啊。那么十善可以升天，欲界天，修定可以升色无色界天啊。这个是人天道。那么再进一步还修解脱道，所以他有修道的次第。第一个是修道的宗旨跟理论。修行的宗旨跟理论，第二个是修行的次第跟方法，第三个才是说修行的殊胜跟功德。
那么你是了解修行的宗旨跟理论，依着修行的次第跟方法，如实修行，如说修行，那么才得到修行的功德跟殊胜。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么你如果诵完经，啊，像法会刚过嘛，很多人都诵经嘛，啊，再回向嘛，再超度嘛。问题是，你要了解修行的理论是这样，它不是诵完经就有很多功德，不是很多人聚在一起诵经，功德就会增盛，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它也不是没作用，但是作用在哪里？作用在你的心里。你读完这部经之后，你明白了什么？你改变了什么？你具足了什么？你舍弃了什么？这一些就看出你有没有功德。就好像很简单嘛，你吃这种饭有没有营养？看出来什么？不是你吃了多少碗饭，而是你吃饭了之后，你气色有没有变好，力气有没有变大，走路有没有变有力？你没有，人家吃一碗饭很饿的，现在有力了。你吃三碗饭，一样是面色苍白，一样是没有力。为什么？你没有吸收，没有消化，那个只吃进去拉进来，只有饱的感觉，没有营养，也没吸收嘛。那每一个人的肠胃吸收能力不一样，有的吸收20%，有的吸收30%，有的吸收70%，有的吸收100%，所以不一样啊。那一样啊，读一本经，有的人完全不吸收，这边吃进去一颗花生，这边吃进去，这边拉出来，你只有一个感觉，我有吃，就这样而已。那你有花生的营养吗？没有，因为吃进去就拉出来了嘛，它都没有吸收，没有消化，怎么会有营养？你读一本经也是这样，念佛也是这样，你都没有吸收，没有消化，你哪来的功德？我问你，那你觉得你又要把这个功德送给别人，能够送给谁？你自己都不受用，就算你自己受用，也不是送给别人的，是引导别人。我是这样修过来的，我告诉你这样修有效。像佛四无畏，我是这样修过来，我告诉你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你就不能得到什么。那么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很多人都迷失在我只要诵经念佛持咒，我就有功德，我就可以把功德送给谁，去超度谁，去解决谁的问题。你连你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要解决谁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再往底下看。所以他这里讲，心得自在，能施之后转妙法轮啊，你看就能够利益众生了。说法最重要的就是要让那个众生得利益，得真实利益。那什么是真实利益？真正能够解决他的问题。那你为什么能够无畏说？因为你非常清楚明白，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你自己这样走过来，就算你没有遇见这个问题，但是你看见这个问题的根本在哪里，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在哪里，你非常清楚明白，没有任何疑问。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于一切世界最尊最上，这个就是讲这里讲的啊，阿丽莎，一切世间最尊最上，第一最上极高，所以是阿丽莎住处啊。那得失无所谓。好，那这个是第七个啊，我们是就第七个失无所谓来讲，因为它虽然是放在第七，但是很明显的，第四的一切智人自发成言，我是一切智人，这个是初无畏，第一个无畏啊。这是我是一切智人，这第一个无畏。好，来看第八个啊，来看第八个，他应该也是啊，那么这个四无畏里面的。好，那令生欢喜开藏自取，这个是印顺导师给他一个标题了。他说：“复次，佛世尊欲令众生欢喜故，说是般若波罗蜜啊。”这里应该有一个断号。那么言也是自言啊，因为如果就上面这个经文次第来看啊，都是佛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啊。那么它有两种，一种就是佛在
般若波罗蜜的境界中说，就是他在一切成佛时候，佛刚成佛的时候，那么他就具足这个般若波罗蜜。他在这样的境界中说，那么他现在要说这个般若波罗蜜，那么所以说是般若波罗蜜，因为这里就是说佛，因为这里的龙树写这么多点，就是要说明佛为什么要说这一部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他就在解释这个道理。所以说佛为什么要说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其实就是欲令众生欢喜故。所以这个说是般若波罗蜜经底下，还有一个断点，然后后面什么自言，也是言，跟第七个一样，欲令人信受法故。说，如果要照前面的跟后面的连起来看，应该是这样，第七个应该是欲令人信受法故，那么这个说般若波罗蜜言，自言什么什么什么，那他有时候就省略掉了，所以你看第八个也是复次欲令众生欢喜故，说是般若波罗蜜，他有时候写摩诃般若波罗蜜，有时候写般若波罗蜜，有时候写般若波罗蜜经，其实都一样，所以你把那个佛世尊欲令众生，比如说你如果把这个段，放到第七段来，也是佛世尊欲令众生信受法故，说般若波罗蜜言什么什么，那么一样，前面也是一样，那比如说第四个，那么佛世尊，有人依佛不得一切智，那接着连底下想欲断一切众生疑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言我是一切智人，其实你看这个基本上就是他的没有按照那个前面一样的，但是他就是基本上这些都在说这个了，都是这样说，他的一个句子的形式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一样，这里就是佛世尊欲令众生欢喜故，说是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这个要一个段逗号，然后言就是自言，汝等应生大喜，那么这个并不是般若，这个不是般若经里面的话，你这样会觉悟误会，以为是般若经里面的话，不是，就是为什么要说这部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自言就是佛曾经这样讲，那这样讲，我们说佛会自己这样说，那么通常来自于两个地方，刚成佛的时候。刚成佛的时候他这样说，我刚出生的时候也有讲，刚出生的时候，那这个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来对面度众生的，我要度一切众生，就这样，我要带众生出离生死苦海，就刚出生的时候这样说，还有刚成佛的时候这样说，我是一切智者，遇见人的时候这样就说四无畏，那么是这样子的。那这里说，那自言，我们说说是般若波罗蜜经，断点，自言，汝等应生大喜，何以故，你们应该生出大欢喜。那我们先说来说佛欲令众生欢喜故，说法最重要的，要让人家信受，前面要什么欢喜，这欢喜是很重要的，那么欢喜才能相信，这个就是契机了，不契机就很难契理了。如果只契机不契理，那么也不能得真实利益。那么如果只契理不契机，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他根本听不进去，也没有任何利益。那么但是如果只契机不契理，你就让他欢喜，可是你不契理，那你就是鬼神相应、世间相应而已，不能得真实利益。那如果只契理不契机，完全没有利益，那所以这里是契机的问题，欢喜要先令生欢喜，欢喜之后才能信受，信受才能怎么依教奉行，就是如说修行了，要先令众生欢喜，令众生欢喜，他才会相信接受，然后接受之后
他接受了之后，受就是受持嘛，受之后才能持啊，持就是什么？依教奉行，就是如说修行，如说修行才能够，如说修行才能够得修行功德，得这个殊胜功德，得殊胜，得功德，就好像医生跟你讲，你这个怎么怎样，你相信了，你回去吃就真的治病了。或是你这种训练方法，训练久了你真的手有力量，你真的脚有力量，啊，打棒球的要训练手，啊，踢足球的要训练脚，啊，那个射箭的要训练那个手跟那个眼睛眼力。那他告诉你一个训练方法，你要先相信。我们通常也是这样，要买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相信通常就是广告，那广告你要信啊，他要广告到你相信啊，你才会去买啊，不管是药还是吃的东西啦，那一样佛法也是这样。啊，他说，但是他要怎么说？说到你欢喜、相信，你愿意去受持，啊，相信然后受持就是信受，啊，然后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就是如说修行，如说修行才能够依修行成就而得到修行的功德。那么有这些功德，才有什么？才有作用。功德就是一种作用。才有力量，那你拿着这些作用，拿着这些力量，你才能去做很多事，啊，其实是这样来的。那所以这里要先让你相信，而且一个般若经不好相信，不容易相信。所以你看《金刚经》里面，啊，他说，啊，假设你弘扬受持这个般若经，被人家毁谤，你不要退心，那是你。啊，因为说，那我修的是正法，我修的是殊胜的法，我为什么会受这样的果报，要人家回报？啊，那么你不要退心，那是你过去啊所造的恶业啊，那么应该受苦。现在因为受人家回报，那么就怎样啊？那些恶业会消除，你未来会依这个波罗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从反面的说，从正面的说，你今天看到了波罗经，你能够相信。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佛而种善根，啊，来自于是无量千万亿佛种出善根，啊，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他不容易相信？那这个就反映出，在当时般若经出现的时候，是被很多人反对的，尤其是部派的这些学者，受一切部的学者是反对的。所以，啊，他这里有说到，啊，我们是要把这里讲一下。他说：“你应该要生大喜，何故？因为一切众生入邪见网。”为易学恶师所惑，啊，我于一切恶师邪网中得出，啊，这里先讲到所谓的其实是六师外道了。那么如果从大圣的里面来讲，就是声闻学者有一些直取一切有的，啊，那么也可以说是啊恶师啊，啊，但是一般来讲佛法里面啊啊，那么主要指的其实就是外道啊，邪见的外道。所以他说：“这个我于一切恶师邪网中得出，实力大师难可直见，就是佛了啊，就是佛，佛如优波昙花啊，那么难得出现啊。那么现在你已经遇到了啊，那么我随时开发37品等诸身法藏，自如采取啊。那我们说过，这个不是佛没有讲37品这个概念，37品是。”佛弟子根据佛所说的法是念处世正觉，因为佛会依据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法。如果他已经信心具足了，就不用强调让他增长信心，直接告诉他修行的方法。如果他信心不具足，要先让他升起信心。所以四念处没有信啊，那么五根五力才开始有啊啊。四如一足也没有信啊，欲前心观啊，那其实也没有，所以要看依不同的众生，依不同的众生，那么说不同的修道法、助道法，让他成就啊。那因为时间到，我们下一次再从这个第八啊再来详细讲。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